青鸾调整之后到底是更加好用了，还是依旧答辩？ Oh yeah， 好屌，我是小徐。韩服的话最近也是更新了这把全新的青鸾，这把武器呢也是进行了我加强以及削弱。削弱了哪里？它的二段跳已经取消掉了。然后它加强在哪里？这把武器原本是一把单体武器，但加强之后的话呢，现在是一把群体，也就是说从打一个僵尸变成了打三个僵尸。给大家演示一下，这的话呢只有一只僵尸，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单体武器。然后前面僵尸很多，我们靠僵尸，你们看从原本的一发变成了三发，这就是这把武器加强的地方。并且你射出去的这个鸟啊，它也是射三发，你们看你射出这个鸟啊，它也是射三发，这就很骚了。各位，我们就可以玩点骚套路了，往这边射，左键摁住，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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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啊，这个啊自动拉屎枪啊，这把枪非常的骚啊，从原来拉一坨屎变成拉三坨屎，来右键射，然后嘟嘟嘟射射，然后左键点，哎，疯狂点，你们看很恶心。然后我们这边再射一发，哎呦，等一下等一下，来射击能量再射一发，然后点，我们头上的三发再加上这个鸟的三发，极限我们可以做到六发，各位。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把枪的开六伤害，这边一射，然后开个六，来六百一枪，开始爽射，两百一枪，伤害非常低，各位，我真他妈服了。可以发现啊，从原来的一发变成了现在的一个三发，保命的能力是提升了很多。我们这边再射一发，来再射一发，然后的话就有这个鸟啊从头上拉这个电出来，哇好骚啊。而且如果我们连续射两个右键就有六发，再加上我们头顶的三发，我们极限其实可以射九发，各位，一下子打九只僵尸，非常的恐怖。来这边射一发，射，哎，点他点他，哎，点他，好，加上我们头顶这一发啊，买一送一，开不开心？ Nice， OK， 僵尸这一波是来到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往这个树这边射一发，然后开始射了，各位，开始射了，他妈像个 UFO 一样，各位，这把枪像个 UFO 一样的，我靠，我们往这边一射，哎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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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射远了射远了射远了，各位，不好意思啊，射远了射远了，来往这边射一发，然后左键摁住，丢丢丢丢丢丢。如果大家不知道这把武器的机制的话呢，可以去看我上一期视频，然后链接的话呢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面，大家可以方便的直接去观看。然后这边再射一发，然后开始点。简单来说，这把武器的机制就是说，它右键其实可以当为一个跳板。来，各位，给大家演示一下。哎呦，哎呦，你们看，我踩到这个鸟就重新回来了。来射一发，哎，哈哈，我这把枪现在说实话啊，我不玩不知道，一玩是吓一跳啊，它的保命能力比起之前来说真的是强了很多，说实话真的是强了很多。不过它依旧是很刮痧啊，依旧非常刮痧。来射两发右键啊，各位，射两发，一发两发，两个 UFO 一起射，加上我们头顶那个 UFO， 三个 UFO， 三发，哇，三连齐发，太骚了。来又有能量了，头顶一射，像个 UFO 一样的，我真绷不住了，各位，我像个 UFO 一样的。不过这把枪的机制没有改变啊，所以说依旧是我个人感觉这把武器依旧是一把比较难用的枪啊，依旧是一把比较难用的枪，只能说是保命能力增强了不少啊，然后拿了一个助攻王牌，这点也是不错， nice 啊。然后今天来到了生化英雄模式，一张空中画面地图啊，但大家都知道韩服的话呢玩家数是非常非常少的，可能不及国服一个区玩家非常少，然后韩服就三个英雄生化英雄房间啊，你们说干不干吧嘛。我就找了一个稍微熟悉一点的图啊，一张空中花园，好吧，然后这边来 UFO 开始爽射啊，这边再射一发，来开个六，来吧宝贝，170一枪，伤害方面真的是非常的低啊，毕竟是一把辅助武器。来再射一发头顶，然后开始爽，哇，真的像个 UFO， 你们看自动炮台，再往头上射一发，好骚啊。现在这把枪啊，我感觉就是一把小小的机械臂铠一样的，只要你射的这个右键多了，真的就是把机械臂铠，你们看，开始了开始了，我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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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再来一发右键，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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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来过来过来，你过得来吗？你过得来吗？哇操，来过来，哎呦，机械臂铠成小丑了，各位，这把是全新的机械臂，虽然说伤害没有机械臂铠高，
哎呦，这真的是有点骚的呀，各位啊！我操，我没有想到啊，强化之后原来这么好玩啊！这把枪我感觉它强度已经不重要了，比较好玩，你们知道吧？啊，强度还是比较一般的，但是好玩。来，再来一发右键。我真的各位，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我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固若金汤。干嘛，哥们儿？你干嘛？你干嘛？你以为我是跟你一个人打吗？你以为我是一v一吗？我是买一送一，真的是啊！头上这个射你，我也要射你，真的是前后插入，非常的爽。来，右键，再来一发，爽射！哇哇，各位，这把枪真正做到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动，我们只要远程射两发，然后按住左键，僵尸来了，自动扣血。我们都不需要靠近这个僵尸，各位，我们都不需要靠近。来，又来一张僵尸，哎，头顶一射，来了呀，开始电了呀，来来来，他没血了呀，哎，舒服了呀，我们又没子弹，但这把枪子弹也太少了吧，三分钟都不能撑到，我们稍微射一射，他子弹就没了，各位，你们看，太亏贼了，射一发，射两发，我都不用动了，各位，按住左键，不需要动了，哎呀，可以喝茶了，各位，邪二婆，迷二婆。啊！噔噔噔噔噔噔！来，各位，右键射一发，然后切枪，我们就可以玩别的枪了，各位，我们就可以玩别的枪了。啊，不对哦，这把枪在我们没有拿这把手枪的时候，它这个右键是没有这个鸟的。我发现这个细节了，大家发现没有？我右键射出去之后，当我没有拿这把枪，它这个鸟就不射了。哎，你这鸟有点赖皮啊，怎么这样呢？我还以为是把脱手武器呢，各位。那看这个想象中的强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低一点啊！来，右键一发。右键两发，拉开爽射，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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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拉屎枪啊！我真他妈服了，各位。不过说实话，这个鸟确实有点像拉屎，你们看，这一点一点像在拉屎一样，你看，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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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哟，有僵尸，屁后面有一只小僵尸，来买一送一，五，然后再跳一下，右键往这个树杈上面射一发，好，然后开始亮，各位，开始亮，开始亮，僵尸只要靠近都可以射到，好骚啊！往这树杈射一发，好，然后开始射。CS 上已经好久没有出过这么好玩的枪了，都是强度，强度，强度啊！这把枪虽然说没强度，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让我感到这么开心了。这枪现在加强之后啊，各位更加是个极品啊！我操，这个极品是个反面词啊，各位。哎呀！好，我已经掌握好这个武器的玩法了，各位，我们只要掌握好这把武器的一个跳跃点，像这边射一发一跳，哎，我们就可以轻松的狙先，很神奇的点位，然后往这树杈再射一发，僵尸靠近自动射，像个自动炮台一样，这个僵尸过来像雨点一般撒在他们头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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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啊，各位，我今天精神有点不太正常，各位，大家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这个精神有点不太正常啊！来，射一发，速插，好，开始射，买一送一，开不开心？再射一发，来射，啊，这个射歪了啊，这个没射到这个树上，射，来，哎，又没射到，哎，这个树杈这个碰撞体积这么小的吗？再射，好，来了呀，买一送一开始了，各位，买一送一开始了，哇！刮痧中的刮痧啊，各位啊！不过说到底啊，这把枪，抽取建议啊，我个人感觉，如果大家比较娱乐性啊，这把枪说白了就是把娱乐性比较高的枪啊。你说强度方面可能，也没多强啊。然后大家比较关心啊，那这把枪的它的生化 Z 的等级是调到几级呢？依旧是没有变，它的话生化 Z 依旧是35级起，所以说等级还是比较高的。天驱才36，这把枪35啊，只能说比天驱稍微快了那么一点点。然后这把枪的话呢，它一个二段跳也跟大家说过，已经削掉了。我们来试一下这把枪的一个二段跳。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二段跳是什么啊？就是之前的时候呢，国服官方发了个公告，说这个二段跳呢是个 bug。啊，所以说这次更新之后要修复了啊，估计就是削弱嘛，说白就削弱嘛，哪有什么 bug， 估计就削弱了啊。然后这个东西呢，怎么触发？就这样子，按右键，我不知道韩服削弱没有啊，韩服应该也是削弱了啊。右键摁住，然后等一下，我们换个比较大的场景啊，右键摁住，然后哎呀，这边僵尸太多了，然后射一发，然后这时候我们鼠标不要动，
我们再射一发右键，两发叠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再跳，就会触发一个二段跳。然后现在可以发现已经改掉了，两个不能够一起触发了。射了一个之后，我们再射出去一个，它会间隔性触发，先触发一个，然后再触发第二个。啊，这点的话就导致这把枪的一个跳跃能力就降低了很多，并且在大灾变里面是用不了了。大灾变之前的时候，因为有这么一个啊，官方说是 bug 因为有这个 bug 的存在啊，所以呢，导致这把枪的一个强度很高，可以用这把枪跳过很多点位。之前的时候也是给大家试过，现在的话修复之后，这把枪的跳跃高度在灾变里面可能就非常捉鸡了。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你们看，射一发，射第二发。跳，你们看，这时候地上还有一个圈，它会一个一个触发，而不是说两个一起给你触发的，跳得更高啊，就，大家懂的都懂啊，说是 bug 啊，我就是他妈官方想削弱这把枪，真服了，好不容易有一个优点可以超过天驱了，结果官方说是 bug 把这个给修了，我真他妈服了各位。好了，回归正题，我们今天再来一局生化英雄模式，来看一下这把枪，还是跟前几局的一个模式一样，右键直接往上一射，然后开始旺旺碎冰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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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右键再来一发旺旺双重冰，买一赠小一，来呀，来抓我呀，来抓我呀，抓得到我吗？往头顶我再射一发，抓得到我吗？哎，抓到我吗？哇，好骚哦！哇哦，好多雨点一般的激光射在他们的脑门上，再来一发，哦吼，爽歪歪！各位，我甚至都不需要贴近僵尸，我只要在远处射一发，然后就不用动了。各位，我就在远程按住左键，让这个激光自己射吧。然后僵尸靠近怎么办？我往这边再射一发，哎，来呀，来抓我呀，抓得到我吗？很难的啦，对不对？我们再换一波子弹往后拉扯一下。所以说这把武器它的强度其实 bug 削弱之后的话，可能就强度就不是那么高了啊，还是娱乐性比较重要啊。这个加强的话其实也加强的我个人感觉还是往娱乐性这个方面加强的吧，强度还是一般般，好吧，比较好玩，保命性比较强了现在的话，好吧。来，僵尸来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哎呦，右键射一发，哎，开始了呀，激光雨，各位，开始了呀，激光雨，我们攒个两发，各位，我们攒个两发，然后一起射，各位，来了，攒个两发，这边射一枪，远程射一枪，然后开始射，哇，买一赠二啊，这是，开不开心，僵尸们，买一赠二，谁不喜欢呢？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个玩法呢，各位，啊，我上期视频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玩法呢？太好玩了，这个，哈哈，抓得到我吗？开个六，而且他每一发子弹都吃六，你们看，收脆皮很舒服，但是如果不是脆皮就贼难受。OK， 60个助攻，各位，这把枪我要称它为最新的助攻王牌，来呀，靠近我啊，头顶上射一发，来呀，这个女巫该削弱了呀。好的，各位，那我们今天视频也差不多到这边了。这把枪的话呢，青轮迅风轮在加强之后的话呢，国服这两天应该也要加强了。这把枪加强之后的话，我个人感觉娱乐性是比较强啊，强度的话呢，我个人感觉是比较一般般的啊，就是比较好玩。然后它的一个功能性，因为受官方的一个削弱啊，导致它的一个二段跳没有了，所以说灾变方面可能是就不好用了啊，不好用了。不过在灾变方面，因为它是把脱手武器，我个人感觉在某些地图啊，配合上蛇夫剑什么的，应该也是能够打出不错的一个效果的，好吧？啊，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各位，拜拜。